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64面，264面第五行，唯除无逆，毁谤正法。第18愿，生念必生。最后两句就是唯除无逆，毁谤正法。这是最后两句。换一句话说，无逆跟毁谤正法的人不能往生。这是经文上呢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什么叫无逆？无逆者，罪恶即逆于理，故谓之逆。理是自信，通常我们讲信德，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通常讲的理呢，就是讲的德。自性里面呢有这个德能。这是理。自性里面本具的有智慧。我们知道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一切众生皆有自性，不但是有情众生，我们讲动物、植物也有自性，矿物也有自性。佛在教学，为了我们了解方便起见，佛把这个自性呢分作两个。在有情的呢称佛性，无情的众生称法性。其实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那佛性呢特别着重在智慧。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这个有情是特别着重在智慧。无情众生呢就着重在德相。着重在德相。那现在科学家为我们证明出来了。就是连一个基本粒子。量子科学家所讲的量子小光子都具足了无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在这个显微镜里面看到了，看到它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这个小光子里面呢，除了有色之外啊，它有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
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我们的意思。啊，我们以爱心对他，他也感到很快乐。啊，他的反应非常美。我们以厌恶的心对他，他也会很烦恼。啊，他表现的那个相就很丑陋。所以整个宇宙是有机体，这个符合佛经上所说的。就如同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所说，啊，那是华严经的精华了，最精彩的部分呢。啊，宇宙怎么形成的？自心变现的，华严上说，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在心叫见闻觉知，在识呢叫受想行识。心是真心，识是妄心。妄心从哪里来的？从真心变现出来的。真心不动。啊，如果你有一念妄动，从真心就变出一个妄心。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啊，变成妄心。这个妄心在佛学里头叫做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就不叫见闻觉知了，就叫受想行识。啊，所以自性里头永恒不变啊，不生不灭。啊，迷了它就变。啊，迷了是识变，心没有变。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怎么晓得心没变呢？见闻觉知没变呢？世尊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啊，波斯女王年岁最大，渐渐大了，啊，老了，感觉这个老了之后一定要死啊！啊，这有了恐怖的心，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啊，波斯匿王那一年是62岁，那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说你身体，这是妄念，虚妄的，这不是真的，它会变，有生老病死啊，你这个里头还有个不变的东西啊，那不变的东西，它就不是。不随你生老病死，凡是会变的随着你有生老病死，不会变的它就不会随着你生老病死。那不变的是什么呢？这就讲自性。自性在哪里呢？在眼叫见性，啊，不是眼识，啊，眼识是迷了之后就变成眼识，啊，不迷的时候它叫见性，啊，在耳叫闻性，啊，在鼻舌身叫觉性，在意呢叫知性，见闻觉知，这是心得了。见闻觉知里面不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啊！但是如果有感，它会有应啊！你像这个，像华严所说的妙觉位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它不住在十宝图里头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是哪些人住呢？
啊，《华严经》初住菩萨到等觉，住报土啊。那个报土是心现的，他们有时，为什么呢？住报土的人都已经转八十成四智了，也就是说心现没有生变，因此他那个世界叫一真法界啊，寿命很长。你看从初住到等觉，这41个位次都在那个地方断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啊，他在那里是等着无明习气完全断了，他就究竟圆满了啊，那就叫妙觉了。妙觉就回常寂光了，常寂光是自性啊，圆满的回归自性。常寂光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我们今天讲的说自然现象啊，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通通都没有，它连自然现象也没有啊。所以这是我们六根六识都接触不到的啊。什么东西能接触到它呢？能够了解呢？六根的根性，就是佛讲的啊，见闻觉知，你就能接到它啊。回归到见闻觉知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了。我们现在知道了，原初住的菩萨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就是根本无明破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假佛是什么？十法界里面的佛。十法界里有佛法界啊，那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他还是用八识啊，也就是说他用的是妄心，他用的不是真心。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用八识啊，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不，他们用的正，我们用的偏，用的邪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他们这四个阶层的人完全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没有错用啊！啊，所以他很像佛。这个十法界里面佛是相似佛，真相。啊，经里面经常讲的这个戒律，他全做到了。啊，经常讲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哎，他完全也表现出来了。啊，不但他懂啊，他都能用在生活上啊，完全用在生活上，用在修学上，用在自行化他上。我们凡夫不会感到那是相似即佛，我们都会把它当正佛看待。凡夫是在讲把阿罗汉都当正佛看待，唱阿罗汉都成为活佛啊。心好啊，行为好啊，他的心就像佛，行为也像佛啊。啊，可是佛法里那真的还是讲境界，你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呢，这不行啊！
啊，佛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就发身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他用什么呢？就是根中之心啊，《楞严经》上讲的，他看东西是用见性见，他听是用闻性闻，他用的是六根根性啊，不是六识啊。所以楞严经传到中国一直到明朝，啊，一般人依照古大德的注解，古大德的注解以长水为代表，宗天台的直观，啊，也就是依照天台直观来修《楞严经》上所说的舍摩他三摩三摩地，这个禅定。禅道啊，讲的修的是修这个东西啊，这楞严经的修行宗旨啊，啊，教光大师他老人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舍识用根，那我们用天台直观呢是错误的，用天台直观还是用的识，还是用的八识，没有转过来。这个见解正确吗？我们在教光大师《楞严经》注解，他的注解名称叫正末啊，楞严正末，前面的序文我们看到了啊，这是序文是他自己写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注解，他把这个缘起在序文里头写出来了啊，他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啊，他也非常欢喜，他跟阿弥陀佛说，他说他还有一桩事情没做完成啊，什么事情呢？楞严经传到中国来，一般注解上都是有了误会，不是佛的真的意思，这佛教我们舍识用根啊，也就是佛教我们用见闻觉知，不要我们用受想行识啊，所以他想的时候给楞严经做过注解啊，向阿弥陀佛请假啊，注解注完之后再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就走了。我相信他这些话不是骗人的啊，所以楞严经到这个明朝以后呢，这个解释楞严经就两派了啊，新派的就是宗怎么主张舍识用根，旧派呢就是用宗长水。啊，用天台之观啊来解释这个楞严经啊，就有这两派了啊，于是我们就晓得啊，觉悟了，是真的觉悟啊，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用自信里面的智慧的相啊，明了之后呢，
弥勒说：“阿赖耶做主啊，那就果报就在十法界。十法界里千变万化了啊，就是贤首大师《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是讲十法界的畜生无尽呐、那一真法界呢？一真法界也是畜生无尽，性质不一样。十法界里面畜生无尽，是从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就人的妄想念头没有止境的。念念不一样啊，那出生无尽啊。在十报土，就是我们讲一真法界，在长吉光也是出生无尽。那是性德自然流露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感。十法界的众生有感，自信自然有应。所以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他回到长吉光去，那不什么都没有了吗？是的，什么都没有了。不但物质现象没有了，精神现象没有，连自然现象也没有了。可是他是活的。所以一切众生皆有感，这个一切众生里面包括植物，包括矿物，那它还是众生。众生的定义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有现象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没有众缘和合，那个现象怎么会生得起来？所以这个众生呢，包括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通通叫众生。这种众生范围可大了这理就是心德在中国古圣先贤发现了心德的核心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个孝子，父子有亲呐。亲爱呀，你看每一个宗教里头核心的理念都是爱佛法讲慈悲，慈悲就是爱佛为什么不说慈悲呢？因为世间人慈悲里头都有情在里头，情是烦恼，慈悲里头没有情，有智慧在里头。那我们可以这样说，佛家的慈悲是讲理智的慈悲，世间人的慈悲是感情的慈悲，这就很分别了。感情的就叫爱，佛法里头给他这样分开，理智的呢就叫慈悲，所以慈悲就是理性的爱，它不是以感情做主。这是根呐，佛家讲慈悲为本呐，方便为门，这是佛教啊。你看伊斯兰教《古兰经》里头，每一段重要的经文前面一定有真主安那，确实是慈悲。仁慈的，这人是仁慈的，你讲得很好啊！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你看世界上拥有信徒最多的，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同用的经典是新旧约。圣经里面
最重要的一句话，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父子有亲，那个亲爱啊，这是信德了，自信里头本有的，而且是万德万行的根本。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教育就是从这个地方发明的，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亲爱的教育。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个亲爱里头，如果是不夹杂烦恼，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啊！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法身菩萨了，究竟的佛果啊，夹杂着妄想，这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如果说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那这就是六道凡夫。啊，我们从这能看出来。啊，中国古人所讲的德目，完全是自信。啊，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根就是亲爱。啊，五伦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从父子有亲，然后才有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信德了，违背信德，这叫逆也。是大逆不道啊！你违背了根本的信德啊！中国从根本信德。延伸出来的无常、仁义礼智信啊，这仁义礼智信呢，都是信德啊。再延伸出来的四维八德。古圣先贤就把它讲圆满了啊，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中国千万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传什么？就传这些啊，古时候没有文字啊，在中国文字的开始最早的应该是伏羲氏画八卦啊，从这个地方来说呢，那到今年到现在的时候有五千年的历史啊，伏羲之前没有文字，但是我们相信伏羲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啊，至少我们也能够推到一万年之前的老祖宗有智慧
啊，这一些信德的纲领就传下来了。啊，夫子说得好啊，他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你说这个四科这么简单，我相信传个10万年都不会传错，它不复杂吗？啊，老祖宗要求我们的要通通做到啊。要刻在脑子里面呢，那就是圣心，就是佛心。表现在我们的言语、动作上，这是圣贤，这是菩萨了。啊，佛知佛见，佛德佛行。学问的大根大本，德行的大根大本，没错啊。你今天不要了，不学了，不学问题出来了，社会乱了，地球坏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造作无逆失误，地球就变坏了？那你就晓得，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我们的念头不善，外面的感应也就不善了。境随心转。啊，我们如何把灾难化解呢？端正心念，灾难就化解了。大乘经里都说得好啊，这个宇宙啊，一切唯心造啊，这个心造什么？就是念头。一切法从心下生，法不离心，心不离法。啊，这个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啊，自然现象也好，精神现象也好，物质现象也好，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肯定了，念不能不善啊！啊，念不能不回归自信呐、啊！佛陀教导众生，净业三福是总纲领、总原则啊。在佛家成为大总持法门啊，佛说的非常好啊，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肯定。三世诸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凡夫修成佛要从这里扎根呢、啊、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啊。佛在十善业道里面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十善
不但是成佛的根本啊，他讲人天法乃至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啊，这乃至是在这里说的啊，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这个为根本。那如果十善要是出了问题了，你后面就全都出了问题了，你没有一样能成就啊，就像盖房子一样，这打地基啊，你地基没有认真没有做好的话，你盖房子盖得越高越危险，肯定出问题。啊，今夜三福里面，你看第一福里头就把十善讲到了。啊，头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条多重要啊！第一条没有，那就没有第二条。啊，第二条是从第一条的基础里头生出来的。啊，第二条是什么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现在这个第二条，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看到，想想自己也没做到，什么原因呢？第一条没做好。那第三条更不用想了，第三条是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今夜真言。究竟圆满的信德了，所以这是理呀。那我们今天的造作罪业极逆于理，这叫无逆。啊，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恶因。你看这个无逆罪果报在哪呢？在无间地狱。啊，故又名无间业。这是地狱的极重的罪业。我们能不在意吗？啊，学佛如果把这个问题疏忽了，我们能成就吗？这一段文里头后面引用的由古来祖师大德说过啊，佛说这两句话，因为这个罪比什么都重，佛不能不说，提醒大家真正造作的还能不能往生呢？悔过就能往生。你造极重罪业，你真正忏悔，真正回头是岸，行，这讲得通啊！啊，你念头转变了。那我明白这个道理了。今天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甚至于走向世界末日了，我们能不能救？只要我们真正悔过，真的回头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效果就出现了，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啊，问题在你肯不肯回头。回头不但救自己，救你家人，救了这个国家民族，也救了全世界。啊，真正回头的人才有真正表现，那就是放下一切不善，这要真做到啊！啊，什么是不善的呢？佛家这个标准讲得很简单。杀生是不善，偷盗是不善，邪行是不善，妄语是不善，两舌是不善，绮语是不善，恶口是不善，贪嗔痴是不善。那么能放下？这一放下了，就是十善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十恶业上加一个不，把它否定掉，就是善了。真回头。啊，这些年来，我们劝大家一起来学《弟子规》，修感应篇。啊，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学外道的东西？这个心不善，这个言语不善，为什么呢？你没把它搞清楚，你就称之为外道。啊，所以这些学佛的人对于佛法懂得不多。啊，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外道。佛经上讲的外道，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心外求法，那叫外道。那我们是不是心外求法呢？还是心外求法啊？我们自己就是外道啊！你错了啊！那怎样才是不是外道呢？大乘教里面，你要肯定承认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那就没有外了，跟我是一体呀！啊，如是道跟我是一家，啊，我很具体的跟他说《弟子规》感应篇都是佛经啊，啊，他感到很讶异，啊，我说为什么呢？你看看，今夜三福第一句不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吗？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怎么做法？《弟子规》就是做法。佛经上这两句话是纲，纲领。弟子规是细目，它是一还是二？没有弟子规，这两句话就落空了。所以，儒释道是一家，慈心不杀。我们落实在感应篇呢，道家的感应篇呢，啊，慈心不杀是讲因果啊，
这个无逆里头啊，特别是重视因果。无逆罪都是杀害罪啊。大乘经里头把杀生摆在第一了，极重的罪业就是杀生。啊，杀生的广义包括的时候伤害。啊，极其轻微的伤害都不可以。你还能做严重的吗？啊，幕后一句修十善业。所以我说第一句啊，第一条啊，这个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没有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啊，乃至于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这些大的宗教，他们的经典，佛家讲的根本戒几乎通通都有。我们编了一个小册子，世界宗教是一家，诸位翻开来看看，你都看到啊，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养父母，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奉事师长的。啊，这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思想的时候，每一个宗教里都有。啊，佛家讲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啊，这所有宗教都有。啊，不饮酒，有一些宗教里头没有。啊，杀盗淫妄全有啊。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认真去学习。啊，消除对立的这种念头。啊，自信里头没有对立。自信里头没有矛盾。自信里面没有冲突。啊，我们平常这些习性都是违背了性理。啊，违背了自信。违背自信就是造恶啊，随顺自信就是修善啊，啊，全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之处啊。啊，真正觉悟解脱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脱离了烦恼习气，如果是迷而不觉，出不了六道轮回，这里头还有一个虚幻的现象，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真找麻烦了。啊，你杀了他，他要报仇啊，他的怨恨没有消掉啊。你夺了他的名利，他要讨回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世世代代找麻烦啊，这一桩事情在最近这半个世纪，西方人呢这个很盛行的催眠啊，在催眠书里面他回到过去时啊，回到再过去时，把过去生中那些恩怨呢都说出来了，才晓得现在这个人际关系里头为什么这样这么多麻烦啊，原因都找出来了。催眠在西方证明有轮回，有因果报应。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不是催眠人啊编造出来的，他编不出这故事来。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跟我们认识的，跟我们有往来的，有关系的，无论这个关系是善是不善啊，通通都跟前生前世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一生当中不认识啊，啊，就在一起啊，同一个车，同一条船都不认识，都不讲话的。啊，你遇到一个人，陌生人，给你点个头，或者瞪你一眼，前世都有因，如果没有因呢，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啊，那是个因缘很薄的，啊，可能一生当中就碰到一次。啊，这缘分很厚的呢，就变成一家人了，啊，变成你亲戚朋友了。啊，佛告诉我们，人与人的缘分呢，四种缘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大乘经里面佛对于这些事情讲的很多，帮助我们就啊，在人生在这一生当中啊，要把过去生中的缘，不管是善缘恶缘，都要把它化解开啊。啊，记住，不跟任何人结恶缘啊，结善缘不求报啊，否则他来生还来报恩，他到你家来。啊，别人欠我的，原谅他，不要了。我欠别人的，应当要尽心尽力的要还他。啊，把这个缘了了。啊，要跟佛结缘。特别要跟阿弥陀佛结缘啊，这个缘对我们是决定有利益的啊！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一句里面含义就非常非常之深了，啊，这五逆感无间地狱苦果，啊，所以又叫无间业。二世世王问无逆经，啊，这是佛经上说的，曰：有无逆罪，若足信子、足信女。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已。那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你造这个罪业，他罪业是你自己业报现出来的。
与阎罗王不相关呢，与上帝也不相关，与佛菩萨更不相关，确实自作自受啊。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初学佛的时候认识他老人家的女婿他说他这个老月障的故事来讲给我们听朱金洲老先生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那个时候26岁朱老先生69岁他大我39岁他告诉我这他的老药账有一年他遇到一桩奇怪的事情每一天晚上有两个小鬼抬了个轿子拿了一张请帖上面写的是他的名字就请他上轿他看看这个请帖东岳大帝发给他的他乘坐这个轿子感觉到这个轿子不是在抬着走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的不多一会到了见到东岳大帝了东岳大帝请他帮忙他的判官呢是出差还是怎么样不能视事就是不能上班请他帮个忙时间也不是太长好像是一个多月请他就代理判官的这个工作这判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我们现在所说的秘书长所以这地位很高东岳大帝的秘书长他也就答应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呢每一天晚上就有小鬼抬轿子送他上班第二天早晨呢就把他送回来他白天也要上班工作晚上又不得休息确实人很辛苦日夜都在处理公务他有一天他心血来潮用黄纸写个请假单看看有没有效果他下午在门口把这个请假单烧掉了果然那一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他就准了他一天假那么他就常常讲这个晚上上班的情形轨道里面生活状况大概跟人间大致差不多只是轨道里头昏天暗地就是好像是浓云密布从来看不到阳光日月星都看不到生活跟人间相仿佛那么有一天呢他想到一桩事情这个地狱里刑法了炮烙东岳大帝管这些地狱他说这个刑法太残酷了不人道为了人道应当把这种残酷的刑法废除东岳大帝也没说话就派了两个小鬼
啊，就叫这个章太炎先生啊，你去看一看，啊，你先去看一看，啊，这两个小鬼就带着去看，走了一段程的时候，这个一段路吧，小鬼就告诉他，他是个炮烙就在眼前，他看不到，所以他豁然明白了佛经上所讲的一切唯心造啊，啊，所谓地狱，所谓种种刑罚，都是你自己不善念头变现出来的，跟东岳大帝无关啊。所以这才明白了，那天堂也是如此啊！啊，再告诉你，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呀。是我们心已经变成阿弥陀佛了，愿变成阿弥陀佛了，是我们自心变的。